白雪，教练，快飞！哎呀，用力啦！再来一次，教学，快飞！白雪，教学，白雪，白雪！哎呀，你这什么回旋呐？过来跟我打！哦，三龙哥，你惨了，姐，追风拳！老板娘，酷！老板娘，打他！哎，打钱啊！恩琪哥，小声一点，我姐姐打人，不要小声。你的幽灵被打到了，你还在太美了。啊！哎，幽灵，你怎么了？神经病啊！力气那么大，你干嘛？一定伤口裂开了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你干嘛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伤口。你们几个臭男生啊，明明就在练习，就不要打这么大力。哎，英奇哥，这个鱼竿很重哎，你抱一下。我讲这干嘛？不会放下来啊！那里有桌子嘛，拿碗分一分给幼女喝。什么鱼汤吗？臭哎！没有分开。你们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没有你们的份。几个给我听好了，这碗汤是要给幼女喝的，有没有听到？嗯。你够了没啊？谁让你们停下来的？继续练习。夜幽灵。有必要这么累吗？你现在还在受伤哎，喝完汤再练 ，OK？ 不行，只剩两个礼拜，三龙就要参加 TFKC 的资格赛了。TFKC？、你参加那干嘛？因为三龙的资质和条件是最好的，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他，让他闯出名号来，这样格斗天王学院才有招生的实力，我们也才能继续进行下去。有吗？练习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间格斗馆早就不是你的啦。你还在辛苦什么？我还在这里。今天在，明天还在吗？英奇名言：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。剩下的，我明天再跟你说。没行。我来。你去那边喝鱼汤，走开走开。我来陪他们练，总可以了吧？哎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我为英奇出了名的肉靶子，这点功夫。来，你去听好姐姐喝鱼汤。本年度最佳练习员。你要喝汤吗？你再不喝的话，等一下英奇哥要把我骂死。好啊。李小姐在吗？你要找我们叶尤里小姐干嘛？段元博董事长有事找她，她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段元博董事长要转交给你的一份租赁契约。
这份合约为期一年，每押金月租80000元。叶小姐过目之后，如果没有异议，请签名盖章，合约就会立即生效了。真的耶，这是真的。对啊，副董事长，他不拆我们房子了，他不拆我们的学院，他不拆我们的。Jesus, come on, amen. Thank you, Joyce. You're the man. I'm the man. Give it here, give it here, man. Yeah, all right, all right, all right.小姐，请叫我 Tina。Tina， 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见董事长一面？我想当面跟他道谢。恐怕不行，董事长出了车祸，人现在正在医院。那他现在没什么大碍。那在哪家医院？是段家的专属私人医院，对不对？叶小姐不用费心，就算你去了，现在绝对是谢绝访客的。不过你的谢意我一定会转达，合约呢你就先慢慢看。确定没问题了，随时拨个电话给我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先告辞了。我先去休息。毕竟人家帮了你一个大忙，打个电话给他也不为过啊。他不是送了你一只手机，说声谢谢又不代表什么。答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酸酸的？懂什么啊你？三龙，练功啦！老板娘要想电话，快点！动作快！如果没有人接电话的话，可以自己亲自去谢谢他。来。